36，36，最棒最棒的错！天哪，衣服都是天。一个石头的后面，然后两边有那个凹洞，就是各家自己找地点。去盖窑呢？对，因为你们家只有11个人，怪的。家可以去拿挖洞，然后如果要搬石头的话，左边也有推车，就是可以搬石头。下沉用比较大的石头，然后往上盖，盖越上面就越小。啊，强！太小，你看塞不进去。我真的觉得太小，鸡应该塞不进去哦。鸡起来，先到上面说。对啊。进来快啊！都同一家的。对啊。干嘛搞这样？在前面。好。用那个就没有鸡了。哦，故意不准备，真的。直接送不起我算了。哇！慢慢丢，不要垮了，不要要垮了。上面不用盖起来哦。我们那边女生一堆。哇！那一块石头给我们。滚蛋！啊，我拍我们。啊，不用，不用拍，不用。我们是全捡，可以全捡吗？来录影啊！